而且没有劣势的情况下。妈的，距离差了一点点，没飞过去。奖励队友一把满载。哎，这把有狗在啊，这些玩狗头的怎么老在这边呢？大家晚上好啊，这把手感火热，懂的都懂啊。中当皇子，打野闷野，王子在笑，打闷眼的话看他们能骗他技能，把致命技都骗出来的话还可以打。这波我你不走吧，别给我发信号啊。妈的，这些除了信号啥都没有，我可以操作的。其实我可以不用交这个闪，但是拉克斯会死，虽然他还是死了，但是不交这个闪他第一时间就没了。我来了我来了，这皇子没狼。看一下，完美 ，perfect， 改个反正名标题啊，国服顶尖达摩啊，完了，这把线上天蓝崩了、啊。这个血量啊，虚弱也没用的。
这一距离差了一点点。这太散兵了呀，他过来我一套给他秒，用木刃的他死了。环子是不可能打得过瞎子的，知道吧？正常的情况下，除非瞎子技能空了，是不可能，就算空了你也不一定打得过他。这个是真的，他死了，叫人就算了。反正单挑太弱了，一个单挑这么强的你去跟他打，不可能打得过的。跟他打那个不掉血的就是真的，打掉血的就是假的。我老阳光男孩了，打这种输出环子瞎子真的乱杀，没办法操作的，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，高中生打幼儿园一样。先退一下，先退一下。战斧差一点点，过来接一下我就好了，我有 W 在的。带了一辈子，发育了一辈子，然后还要被人杀。我之前满血他妈征服者被一个半血瞎子给杀了。找谁去哭去呢？啊，而且没有劣势的情况下，妈的距离差了一点点，没飞过去。回家把血手买了。啊，总之王环子不要想着跟瞎子打就好了。给个阳痿，他 EQ 要好，这恐惧时间有点恶心。控制时间是真的久，我都想买一双水银鞋了。控制活不了，没有操作空间啊！这闷眼的 E 加进的 W 加这个辅助的 E， 起码可以控我四秒钟。队友来团就行了，来团的话吃控没关系，因为在对面在打我们的同时，我们队友在打他们。我踹脸上杀不了吗？狗头他妈少一个上单这一把，他发育了这么久，打团又没贡献，我看到这种英雄我就很烦，知道吧？你看他发育了一整把了，他也没有支援，他就疯狂吃线吃塔皮，然后又死了两回，赶紧来点作用，他来团去送都可以，把伤害吃了就可以了。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过来，我给你们接盾。
哎呀，他离开我了，盾没法给他套啊！不要不要打这种 AP 小丑，有点疼的。给他套个盾救一下他。先把龙拉了才是重中之重，这把估计要拖后期了。你妈的，打的爷吐了，来个头带，早知道不能踢了，这个踢出问题来了。不是，主要他们三 AD 的，你又不可能买水银鞋，买水银鞋前面早死了。不开中亚，杀我神经病吧！好打，出一身防装就是给你打的啊！这杀我的话，队友就没有风险了，伤害全我来吃，团我来开，队友给我来团就行了，给我喊刷个六啊！点了走，一炸下死了 A 一下，接一下呀！救救孩子吧！对面打野死了，赶紧先吸点血，怕他们打大龙了。他们没打野，这波我可以抢的。这都敢打，看我抢！你别去，你别去。说抢就抢，这维柳斯别死就行了。这皇子有意识的呀，我插了一个针眼，他还往这边 EQ。哎呀，感觉这样的也不撞呀，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是这个龙魂要刷了，队友别死，带着龙魂拖一下我就来了。不打就是赢，知道吧？对，听话，可以打了，我到了，来啊，去追皇子干嘛？这梦魇去飞下，赶紧先把龙吃了啊。龙魂的这一个，我说了，你们又打不过，去搞人家干嘛呢？啊！叫啥？就被消耗到死这样子玩。这在玩啥呢？过来，我救你啊！完了，我这波要二闪三个的，他隐身了。这波如果能把这个小丑二闪。把这个 AD 踢到，我就可以 Q 到他。Q 到他的话，我就可以直接把他杀了。这个黎明忘记开了，我觉得我得买水银鞋这样的。先把蓝盾买了，主要这波先被杀了一个人，我是没法换眼。这狗头留眼干嘛呢？我要是能换我也换了。不要管他，来啊！他们死了一个，下路一个。这个 AD 过来，不然我们打得很慢的。抓个单子的时候最好。抓单成功，再拉拢小鱼人去看，小鱼人去守啊，小鱼人 AD 的来我这呀，我接你
你走个锤子走。哎呀，这稳拿的龙在玩锤子的，感觉我们这边智商被碾压了啊！刚才我先杀了一个，对面一个人在带我们多打少呀，把这蓝盾改了吧。有人过来这样。我黎明又万开了，他 Q 走了，还好我没怂了，这波就没了。虽然我刚才没视野，但是我能确定我是踢到辅助了啊，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啊。就比如这一波，我已经确定我踢到沙口了，有巨龙在打得比较快。哎，完了，他怎么 A 这个眼？有真眼的情况下，这个假眼不需要 A 的啊，给他们去抓这个狗头，反正他也没用。想抢我龙，能抢我龙的人还没出生呢，还在叼着奶嘴的啊，玩瞎子能被抢龙？不可能的啊！完了，这队友智商余额又不太足了。这距离差了一点点，啊，心态炸裂。跟着我来就可以了，刚才他拆这个兵营给他拆掉没关系的啊，你们跟着我就可以了，别想太多。这被搞得有点不是很想打，主要你杀一波送一波，无限循环。这他眼怎么没踢过来呢？一波吧，看能不能推了，不能推就算了，打得好累啊，直接拆直接拆。这狗头开大这波终于有点用了，叠了这么多层数，拆塔比较快了，这样的不用管他们，直接拆。哎呦，好不容易啊，三龙都打不赢吧，在打的操作有点变形了，主要我跟他用了一下这个王者卡，持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啊，这把已经打了42分钟了，已经超时12分钟了，我的挂已经到期了啊，一个满载打了42分钟，伤害最高，你敢信？哎呦，打得太累了，主要瞎子这个英雄玩得很累，知道吧？很耗费精力啊，手都要按酸了，我最后回旋踢都踢不出来了，没劲儿了，直接下一把。